梦见别人杀人见血，血在中华文化中象征着活力、吉祥和喜气。梦见血一般意味着会发财。梦见别人杀人见血，一般预示梦者近期将会有一些繁琐的小事缠绕着你，但是将会得到身边亲朋好友的帮助，顺利渡过难关。梦见别人杀人见血，表示你最近财运变好，但是你的人际交往会比较不顺。你与朋友之间的矛盾也不是轻易就能化解的。准备结婚的人梦见别人杀人见血，表示你最近的感情运势很好，即将步入婚姻殿堂，幸福美满。孕妇梦见别人杀人见血，表示你要生男孩，所以要注意休息，慎防动胎气流产。出行的人梦见别人杀人，说明自己最近不适合出行，会有很麻烦的事情，建议你要延期出行。